唐琪今天来了四位号称是演艺圈里最保守的女星，一成不变的外形连路人都认不出来。他们将要接受康熙造型团队的巧手改造，他们是否能成功的性感变身呢？刚才来了一下，帮明星做造型改变的时候，会先问一下观众一般对他们的印象哈。那今天呢，棚里除了会有四位女明星之外，也有一个男生要来负责讲评他们，这是一个男明星，所以我们就先扮演路人，稍微形容一下他的心吗？然后让观众猜我们在讲谁，对不对？好，所以这位观众，请问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假 A B C 吧。好，换你问我。哎，这位先生，可不可以形容一下这位艺人的外形？他就是看起来很色，所以他女朋友前任女友凑到可以坐满一整桌酒席。这个观众，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很喜欢扮演是巨星的角色，都要戴那种很大的墨镜，可是又是看得到眼睛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怀疑说他是不是 gay 啊？好，各位观众，你们已经猜出来我们在讲谁了吗？我们欢迎张兆基助理。我本来刚才想说你们在讲唐志忠，我要生气了。没有，我跟你讲，唐志忠那一段呢是被那个康永哥混淆了，因为你说女友换一个，也可能是唐志忠。他前女友很多哎，可是 Jason 也不少哎。张兆基有一位前女友，现在是戏剧台湾的当家花旦。我还蛮 surprise 的。怎么？这年轻的时候在一起过啊。画面上应该有打出来这位初恋女友的照片嘛，对不对？拜托用她以前的样子好不好？不要弄现在这个样子，会有点破。她现在也很福泰啊，对不对？我们跟舅舅聊完了，我们欢迎 Style， 欢迎 Style， 欢迎 Style， 我是 Sayo， 我是 Lawrence， 所以你们是台湾人？对，对，台湾人。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团圆，团圆，你还蛮难回事。团圆饭的团圆吗？好友，好疏离的一个答案。除了那个 George 跟 Style 来当我们的评审呢，看一下四位女星造型前跟造型的差别之外，另外还有三位老师是要当造型团队来负责改造他们的。我们欢迎三位，欢迎小恩老师、于真老师跟林翔老师哈。那等一下问他们，觉得今天四个人谁最难弄好？OK， 好。你今天造型怎么样？我今天应该算还蛮不错的嘛。小恩老师觉得小 S 今天怎么样？辣，就这样吗？可是有到时尚度，有时尚度也够吗？时尚度是蛮不错的啦。妆如果可以再让它更浓吗？腮红再重一点点吧。腮红不够重，快拿进来，快补一点。竟然会有人嫌你妆淡？没有，因为我刚刚出场的时候我就想说腮红会不够，他们都说可以了。拿进来呀、啊！然后呢？然后于真老师发型，发型会不会太老套？嗯，不会。你是大家的年轻人的潮流，嗯，很多真的在发廊，很多就是那种年轻人都喜欢你这个发型。真的吗？真的。所以有人进去说我要剪蔡康永的发型。我要说什么？应该说什么？你当然要说好，很少惹我。进来说我要一个胡瓜的发型。你的发型竟然是在发廊里面被指定的发型、嗯、我有听说很多短发的人都说要跟我一样。真的吗？真的、啊、万一脸长有点不一样，只留这发型有用吗？嗯，就至少有个讨个心安吧，想说好像跟我还蛮像的。好，那林翔老师呢？我上次在闪亮的那一集就已经说过了，其实再多说我觉得太拍他马屁了，是不是？太拍，对，这是拍马屁。好话不嫌多，好话不嫌多，新的一年给我们带一次新气象。神女，好了，算了，我没有讲。好，所以大家对你的那个造型都很满意。OK、那你等下也可以加入专家的行列了。我可以，我是有时尚眼光的。真的哈、哦，好，四位女明星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对他们的印象。第一位，穿着的话，我觉得她跟她的搭档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啊，不过她却没有那种外国辣妹的那种穿着，他换个方式变成蔡依林那样的性感的话，应该
错。当他平常看起来穿得很保守，但是他在男朋友面前会不会穿得比较性感呢？普遍观众对他的印象好像就是太保守，是不是？呀，可是有人说他有创作才华，哎，他有，就觉得他有创作才华吗？有啦，应该有啦。OK， 我们在讲的不是王彩华吧？不是吧，王彩华在讲，我不是要猜才华是指他的能力，不是指他名字。哦，没有他的，我觉得不错啊，有啊。门打开，第二位女明星出来了。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Michelle。你可真家常啊！对啊，穿什么？没有，我一定要否认，我跟那个佳根本没什么，没有在一起吗？从来没有，怎么可能会传出这个莫名其妙？因为我们那时候拍戏，我演他女朋友，就这样子而已。对，所以是为戏宣传炒这个新闻，是不是？对。你跟 George 交往过吗？没有啦，因为我上次有看康熙他的前任女友，然后我就觉得，哎，那可能他喜欢的型不会是我这一型。刘小玉，你太色了，吃那么多干什么？照片出来，大家都知道。好，那小恩对于他的化妆，就是在他的眼线啊，还有他的眼影的勾勒上面，可能他的眼神要再往上扬一点。可是如果他的眼妆太重啊，会不会变得跟他的脸不搭？嗯，其实。改变他的眼妆并不是说要让他的颜色变得很重很重，而是说让他整个眼型的感觉是变得更立体，然后更往上提升的感觉。Okay. 小恩是不是还蛮像韩国的坏男人？我是好男人，其实蛮像艺人的。OK， 对，应该蛮多造型师都是下一步就要变艺人，所以对他们是把造型师当成一个跳板，嗯、是想要当。哇，没有，没错。林翔就是这样子啊，他想出台语专辑，你们看过？于真呢？你觉得他发型？因为蜜雪的话，我以往看到他都是就有点卷度的，然后比较清纯一点，比较可爱。那我是觉得他可以就是稍微有点改变，让他自己稍微看起来不要年纪这么小。然后有点个性，那他的那个可能观众的年龄层会比较广一点，嗯，大家接受度会比较大一点，嗯、所以是要把头发剪短或者是弄直吗？弄直。你这是什么？这个是就是一个姻缘线，对不对？对啊，求姻缘的。嗯，这个是我自己我们家附近土地公庙的，那我真的觉得很哇很好。你去土地公庙求红线？就是过年的时候跟妈妈去的。然后那你跟土地公说什么？就希望可以保佑。就是你讲，土地公管的不是这件事、啊，那是什么？管土地，管土地。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你要跟神明讲，不是要跟月下老人求吗？哎，他很忙哎、欸，他要管附近很多事，你去烦他这个干、哦？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是要想要找到好的姻缘吗？就是希望可以有，对啊。但你现在其实有男友吧？没有。有没有喜欢的人？路人吗？对，学生。哇塞！研究生吗？不然年纪不会太小吗？他知道你喜欢他吗？还说不喜欢老少配，结果选一个学生。啊、你也想当老牛是不是？没有研究生，有比你小吗？没有。所以研究生喜不喜欢你私下的型？嗯，喜欢吗？喜欢。你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性感或个性吗？其实今天这一集我是。就是很恐惧哎，为什么？因为就是要大改造啊，然后我以为你有什么丑闻要被我们问的，没有，但是刚刚已经问了，那不叫丑闻啊，那是好事啊，那是幸福甜蜜的哦，有什么关系？啊、那其实今天就是会改变很大，其实我很担心，扮成土地公，扮成土地公，我说不定还比较安心一点，是演戏说的好。啊，不过姻缘线有帮助，因为真的戴上之后，男方看到就说，哦，原来这女生想谈恋爱，这样就会比较水到渠成。希望你们稳定啦。那 JR 不会很难过吗？ JR 是巧巧的男朋友。好了，欢迎蜜雪，请坐吧。蜜雪的性感变身绝对让你粉笔血啦。今天穿的是我有史以来就是进这个行业最少的。可是这样，他真的算是低胸的，真的很厉害。整个人看起来解析度都变好了。解析，你现在真是火起来了，真的。好，欢迎蜜雪，请坐吧。大家困在我们这里，不放他走。
好，下一位女生是谁？我们先听一下观众对她的印象。就是很叛逆啊，然后身上有刺青啊，然后她妈妈也是明星嘛，然后跟她女儿形象也都不像。她整个人看起来很诡异耶，就是一个很白的女生，然后脖子上有很帅气的刺青。他不是双性恋吗？他妈妈是明星，所以跟女儿形象一点都不像，所以不是在讲你妈。我妈不是明星吗？你妈不是明星吗？她是很红的路人。所以刚刚观众讲说，妈咪也是明星，可是跟她完全不同。这边又有一个刺青，那很明显嘛。这边有刺青很明显嘛？我说接下来出来的，对这个线索，这边有一个刺青，那很明显啊。好，我们欢迎欧阳靖小姐。可是我觉得他应该算是非常有型哎，他超有型啊！可是有那个路人说对我没什么印象，因为他的穿着真的都太黑了，你对他印象真的就是黑黑，就是黑。照片是什么东西啊？照片是我之前的照片，这是你哦，这是我对。哎，这个娃娃好可爱。这是那个，然后你在干嘛？然后就是。这是一张自拍照 ，OK， 对，就是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自拍。对啊，你要是起床看到你女朋友搞成这样在你旁边，我想干什么？哦，这是我之前的样子。哇，这也蛮有型的、啊。我想这应该很难，就是可能男性很难有受欲，女性我就不知道。哎，这很像在理发店工作的女生啊。没有，我很少在理发店看到你。有理发店很多种。我比较难分这个是真人还是公仔哎。都我、啊，这都我。你们觉得这张照片旁边应该配离子烫八折？哦，不是，染吗？应该是染坏了，赶快去找染坏。哎呦，应该要护发。你怎么不太像活人啊？就很惨白。你是不是很喜欢这种惨白的感觉？因为我反正我就白，我就想说就利用一下，利用一下，因为别人想要打扮这么惨白也很难。妆应该，他的妆那么有风格，还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他本身的五官来讲的话比较有棱有角一点点，所以他在可能他的腮红啊，就是可能打的方式可能要稍微做改变。对，如果说他变甜美一点啊，你知不知道他得过那个金马奖最佳造型？得过吗？对不对？没有得啦，入围吗？入围，入围就不错。是哪一个片子？最好的时光，最好的书籍那一部，所以就代表你的，所以这样林翔应该会穿一下。对啊，他造型有入围金马奖。我所以我今天还是照他原本的个性发想，只是说多了一份成熟女人的那种味道。要把他弄老，不是冷艳。你是不是进了那种 fashion show 之后，其他的名媛会可以过来跟他聊天的感觉？没有，就是可以走在伸展台上面的那一种。OK，因为现在这样应该只有吸血鬼会过来跟他聊天。名媛现在只能去歌德派对，名媛会离开你。好，欧阳靖请坐。好，谢谢。我们看一下观众对于下一位女明星的评价。她比赛的时候穿着很性感啊，那 Kiss 应该会受不了吧？她是一个蛮中性的一个女生。听说她最近好像要复出了，那造型上应该要今年有所经验会比较好。说有女孩子的气质的感觉也不大有，说有男孩子那冬天的帅气也不大有。拍过写真集蛮辣的。然后可是又中性现在，然后有提到比赛事情，对不对？然后说他像模特儿跟艺人，表示他不是，对，这样可以猜吧？很好猜，就是烹饪节目，有比赛，有比赛。好，所以这位前面这两位都很瘦，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位怎么样？我记得他是瘦的，我以前看他是瘦的，那看他现在怎么样了？好，欢迎陈全真。好久不见！不会了，赶快到后台去换装。这哪来今天路人呢？你在遮掩？你在遮掩什么吗？没有，因为我觉得说，我竟然等一下要装那什么音乐，哪来的？我是说。
这样我得，他马上气质都出来了。对啊，等一下啦，连摄影师都比你强哎，真的。我刚才想说那个制作人要借我外套，因为里面会冷。你这整个都这什么形象都没有了吗？不要跟我讲，这是你私下会穿的衣服。对啊，对啊，对啊，真的真的，因为我哎，不要这样，好像很难看。有，所以你在遮是不是？不是我在遮，如果遮的话，当然不是遮上半部啊。因为有胖的话，当然胸部会比较大一点。啊，我朋友还要买过免写真集耶，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没有，因为我是为了等一下哎。那好，于真老师对他的发型，其实我觉得纯真他的样子就是很清秀、很漂亮。那其实盖下来其实很可惜，所以我待会可能会让他看起来是他原本的自己，但是就是多了一点那种哇亮丽的感觉，亮丽一点。小恩呢？他的妆的话，我会建议他可能再让他的妆更立体一点点，对，五官看起来会更漂亮。他的服装，我其实昨天有跟纯真有沟通过嘛，对不对？他今天答应在我们节目上终于露腿，不再穿裤子。OK， 所以大家会看到腿哈。对，这是他的最大的突破，真的。对啊，谢谢你。这套衣服可以烧掉，不好意思。好啊，等他期待看到你的腿，请坐吧。好，我们第四位女明星，看一下观众对她的评价。如果她没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可能会很难红。知道哎，这个人是演员吗？艺人吗？不知道哎，完全没有印象。大概有印象，不过好像在电视上有看过她，我记得好像唱福音歌曲。但是感觉长得蛮像 A B C， 可是长相不太起眼。从每一集他们最后都只是得出结论就是要露啊，然后一直说仿像蔡依林一样，所以蔡依林就是最好的榜样。他们可能就选一个现在最红的，然后就一直讲他。你是不爽他们没有讲你吗？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就是你可以该换一换人。真的没有人会说往小 S 的方向走，哎，好奇怪。因为我们主持界比较不容易被观众提起来当成时尚的指标了。对对，就是明星里面的二级或者三级。也没有，那就是观众一种名词，他们喜欢讲歌手，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歌手举例比较多，真的。对，主持人举例很少。对对，接下来这位，你真的脑中会浮现他的样子吗？如果会忘记，对不对？我看过很多篇他的访问，然后只记得福音歌曲这四个字。怎么办？等一下叫他唱歌好了，才能够换回。请以福音歌曲的方式进场。好，我们要欢迎第四位进场哦。恩典何等甘甜，我最的赦免。牵我失色，几杯寻回夏夜，静等看见。哦，谢谢。有记忆。我有罪，你们全都是我的错，我有罪。你现在知道你有罪，我们都早就知道了。我觉得我今天好不应该来这边哦。没有啊，因为刚刚说真的要不要去驱魔？驱魔他会不会喷绿色的液体出来？对，老师啊，倒立跑掉，可能蜘蛛人上身的感觉。好，所以发型觉得，其实他有，其实他有那种发挥的空间。对，那只是因为他音乐才华被他的埋没过他的外表，所以他待会。我们发型不要像蔡依林一样，我们像九零一样就好了。哇塞，老师，你刚刚在试图铺一个梗吗？对对对，刚刚是一个笑话。是笑话，对对对，我们要笑一下。九零，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对对对对对。哎，咖喱，好好笑。还咖喱，还咖喱 ，OK。对，他妆呢？这样我都不想问化妆的事。化妆有没有？他妆的话，可能我会在他眼妆多加强吧，因为他也是一样，就是一直尝试都是比较甜美的风格，可能让他再性感一点点的。哦，我们等一下把四位女明星送去改造，改造之后请大家一起来鉴定一下。哎呦天哪，福音歌手变成性感小野猫啦！二三。Yeah.
不是不是，火焰火焰。Oh yeah, hot baby, hot baby. Oh yeah. Oh.辛苦我们的三位造型团队老师呢，他们花了很多力气把我们四位女明星给改变了。那第一位要出场的是谁呢？门打开吧。耶！你没事，没事就换什么衣服啊？没有，因为观众一直打电话到中间来说，希望也可以看到我变装，所以我特别打扮成一个。没有啊，我半个电话都没有接到。我打到我这边私人的专线了，就希望我可以打扮比较不一样。你换了什么？就是整个呈现出一种很，怎么说，就是一种。什么垂坠感？垂坠感？垂坠感都说得出来啊！你不是像颗葱吗？你还搭配了现在我最喜欢那个绑的头巾哦。小 S， 你这么想成为大家的指标性吗？我很想。有啊，大家现在都话题都是讨论说想跟着你一起全期代谢之类的。对，大家都在讲。我已经变内挂的了吗？啊，对啊，所以你刚才在出来之前有瞄了一下后面那几位吗？我有被几位吓到，真的吗？确实是很不一样，但成不成功就见仁见智。对，我们今天的三位男生评审呢，就是 Style 还有张兆志，他们要来决定最后冠军是谁，冠军会得到 Bobby Brown 的一组礼品哈。好，那我们现在第一位会戴着面具出来喽。好，我们欢迎第一位，把门打开。还不错啊。哇、wow, 是红鞋女孩吗、wow. 我帮你拿面具好来 手放开，可是她刚摆那个 pose 有点僵硬对，所以是请问衣服是什么风格？我把它设定成红色，因为我今天四个主题它属于火，但是又不能失去它可爱的地方、okay. 所以后面还有土吗？有土真的有啊。木吗？没有木，就金然后火冰跟土，金火冰，所以这个有点西班牙的色系嘛，就是黑色跟红色啊。是侯朗宁哥吗？侯朗宁哥，但也蛮那个东方娃娃风的。那 S， 你看他的脸上怎么样？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耶。真的吗？有比刚才好吗？比刚刚的有记忆点。OK， 他自己是狂笑是什么事情？因为我想他走这样走在路上不会有人认出他来，整个不知道是他，五官都变了。好，那George 觉得露的程度如何？露的程度还蛮客气的啊，不够多对不对？对啊，那个平常如果去外面参加 party 的话，这样应该算基本消费吧？很理所当然。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你的这个裸露程度应该算是很健康的啊。我今天穿的是我有史以来就是进这个行业最少的一次。这样叫最少？真的是最少。你把昨天康熙带着掉出来看看徐熙娣穿的多少。可是这样他真的算是低胸啦，真的很低很低。Okay. 看起来还蛮那个，然后蛮有。林翔有鼓励他穿更少吗？本来还有开在低的，可是、okay. 本来这个是开在这个胸。bra 一下的肚脐这边，可是那样不就是会看到胸罩了吗？就故意。可是现在其实说胸罩外露其实很正常的事情。哦，里面是漂亮的胸罩。对，漂亮胸罩。只是说以它尺度，那样子把它扯下来吧。来，乖，不要这样。这样有没有很像土匪电影？要红就是要这样。不是，那边演什么员外情节，好不好？忍一忍啊。很可怕、哦、好了好了，正经一点。哎，我要拿面具下来，先你要摆出漂亮的表情、哦。好好，要像女模特儿、哦。OK， 你这什么 pose 啦？好了，我会带我们表演一下手僵硬，所以就有点那个很真的 cat moss 那种感觉。他是怎么？凯特摩斯，就是好像很不经意，但是又散发时尚感。哦，有一点，对对对对对，这样自然啊、哦。不要笑到露牙龈，好不好？等一下，等等。他笑到露牙龈。对，他现在这个头笑到露牙龈，就真的很像一个很吉祥的小马还是什么？等一下，你嘴边有毛。OK 好了 ，OK， 不要笑了，好，镇定一点哈。OK， 好，我数到三，我就把面具拿掉了， okay, 加油哦哈。好，一、二、三，拿下来。很适合你啊。蜜雪变身后火辣程度真是超乎评审的想象，而且她那美艳的脸孔、修长的美腿、姣好的身材，更是在电视机前一览无遗啊！这个算是蛮有型的哦，很适合，很适合。这样你脸整个都变了耶，比较像音乐、流行音乐界的人。可是我看一下，
他刘海是不是有点歪啊？嗯，对，是故意的。故意的吗？对，是故意的。嗯，好 ，style 觉得感觉像日本娃娃。这 是比较好的感觉吗？欸，你们两个醒来了啊！终于醒来了，节目进行到现在，看到人家穿这样，比刚刚那个像白衬衫平底鞋的那位，刚刚就是比较清纯一点了。而且刚我走进来，我看到蜜雪姐姐，我就认不出来。有比刚才漂亮吗？有，漂亮很多，而且腿很漂亮。你腿真的是漂亮的耶。对，所以差别是什么？是高跟鞋才能够有这个线条吗？没有，她其实腿是漂亮，只是她都没有展露。OK， 她这样也蛮像那种日本女子乐团，看起来好像很甜，可是其实都唱一些很猛的歌，摇滚一点。对，是有个性的耶。眼睛变好大哦，是因为头发的关系，还是因为妆的关系？整个人看起来解析度都变好了。刚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解析度好像很坏。对，她刚刚很模糊。对，刚刚有点像记不得，像复活的人这样，有点穿透的样子，对不对？还没有凝聚成。你现在真是火起来了，真的太好了，你有自信的。那 S 他的胸部怎么了？应该是有加垫子吧。你这样交友怎么用啊？久了，他尺寸太大。真的吗？林翔他有没有加很多垫子？其实没有。你这样子问，你这样问人家会害羞。请问一下，水饺点了几盘？没有，没有啊。其实我有看到那个造型师他有准备，但是他没有给我，因为他本来是有料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是自然的喽？他是自然的。就是我没有啦，就是哦 ，JR 亏了。我觉得你之前很对不起自己的身体耶。你看你其实可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其实真的就是可能歌手身份吧，永远都会穿的就是。不会啊，别的歌手都穿很辣。你没看蔡依林？没看温岚吗？但是我们的路线不太一样啊。你是什么才女？就是公司会强调是。就是有点偶像，然后创作型的，所以就可能每次穿着上都会非常非常的保守。所以你会不会很希望下一张可以有点类似这种感觉？我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尝试一点，至少那个胸口可以稍微低一点的吧，这样就是最低，因为你这样看起来脖子会很长。我说跟以前比起来的话。所以为了脖子长就要一直露胸就对了，对不对？没有，因为他们自己都穿一些那种，就是感觉整个人就好小，好像被人家这样打。那你露到腰不就脖子最长？太长。那你走个台步吧，啊，从中间往前走。OK。这模特也笑太多。不要笑啦，冷掉的。酷一点，酷一点，酷一点啦！对对对。有没有有点像布袋戏？不会，我觉得蛮像那种50-60年代的欧洲人。哦，真的。OK， 恭喜你哦。好，蜜雪请坐。好，刚才是蜜雪，那三位裁判看一下哈。等一下，我们第二位要出场喽。好，门打开，第二位是谁呢？还有陈颖，哇，是爆哎。这套小洋装可以买下来，真的吗？其实它是一件裙子，哎，是一件裙子吗？对啊，来看一下脸部。哇，哇，什么啦？头好大一个，真的吗？好，头等一下研究哈。那个服装，你说它是土吗？对，以动物来代替土。对，他是用五行在讲，不是说你土啊。所以这本来是一件裙子。对，然后把它抓皱，弄成洋装的样子。OK， 那这位妹妹，你对自己的腿露出来这样，觉得怎么样？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腿还蛮壮的。你腿，他腿有壮吗？你腿算是好看的，真的壮的在后面。这个还好，我在前面。对，那蜜雪腿怎么样？蜜雪腿非常好。对啊，好细哦。OK。所以今天是照腿壮程度排的吗？好像是，非常荣幸我在第二位。真的，好，那我数到三要把面具拿下来了哈，准备好没？是要教一下他表情吗？要怎样？要冷艳，冷艳。对，然后手不能在这边，你手要有点这样野性的感觉，你知道？就是要你身体要有点凹出一种那种味道，就是我要吃你那种感觉。OK， 好，一、二。三，天哪！保守的福音歌手摇身一变，竟然变成性感的小野猫了。齐恩，我想你大概是史上最狂野带劲的福音歌手吧。
头发很大，对不对？对，我觉得好黑哦。哎，他这也是某个年代的模特很喜欢用这种发型哎。对，就刚好当最近电影那个什么，梦幻女郎那种风潮，对 ，New Girl 的风潮。刚好我超喜欢黑人。我觉得你的脸真的很适合，你可以唱出来。I wanna run to you, I so deep I want to you, tell me where you stay.Will you run away? 是回应就是对他一直想用歌声来夺取多一点分数。对，他这个打扮应该适合摆一些野性的 pose 啊，对不对？对啦，可能动作要大一点吧。你要这，这个有，会摆这种 pose。这个闷骚型，所以其实你是很想要狂野，是不是？就是因为平常应该还算蛮活泼的啦。嗯，对啊，所以这那让他走台步哦。然后要一整套那个动作，对，要狂野的哦。野兽，野兽，火焰，火焰。Oh yeah, hot baby, hot baby.加分，真的耶，怎么办？因为呆呆站着就 pose， 对，呆呆站着就有点怪，可是配上 pose， 整个人活跃起来。那第二张要走这种型吗？红音歌手可以这样吗？就 Come on everybody praise the Lord， yeah！ 真的很想演呢，真的很想演。OK， 那化妆有什么重点要注意吗？那他的眼妆来讲的话，我会帮他用的比较再稍微烟熏一点点，就是让他更性感，因为他本身来讲。平常的打扮就是太 boring 了，就是让人家感觉不出他的一个彩妆的一个特色在哪里。请问你是传说中那个每天出门前要把自己每套衣服都拍下来的那个人吗？对。然后呢，干什么？就是会觉得说不知道穿哪一套会比较好看。你刚打扮成那样子，还需要经过挑选？你这样不是会有很多照片要删除吗？对啊，就照一照，就透过镜子照自己。然后觉得哪一个没用的照片啊，就自己喜欢拍照啊。那你出门前很花时间？还好哎，现在速度很快。要换几套才会决定？两三套。嚯！刚刚所以刚刚你出来的第一套是经过两三套？没有，今天比较晚起床，所以就是直接那一套了。直接那一套。还好。OK， 贤请坐。谢谢。好，那三位评审到目前为止，有觉得？这个改变是值得的吗？值得，当然值得啊！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是加分吗？加分，一定加分。哎呦，加惨了，你都讲得出来。大家都一样，就喜欢比较艳一点，至少是有型啦，总比无聊好。而且后面另外两个应该在打架吧？因为你们刚刚说是照腿粗的程度比啊，现在我死都要先出来。欧阳靖已经被陈真真打昏了。看看下一个出来是谁吧，来。性感的大变身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张大志，不是来到星际码头来？不是，我觉得有没有像车展小姐？我有点其实有像卡秀女郎，可是你的帽子又有点像古白女生。你是不是今天的目的是要整他？我有点不懂这个衣服的时尚。然后那个你的手套是烧烫伤的意思。我其实很喜欢这个。都一样，就喜欢比较艳一点，至少是有型啦，总比无聊好。而且后面另外两个应该在打架吧？因为你们刚刚说是照腿粗的程度比啊，现在我死都要先出来。欧阳靖已经被陈真真打昏了。看看下一个出来是谁吧，来。是看肤色就知道啦。是，我觉得我在遮什么？真的，我到底在遮什么？好白，我的妈呀！怎么会这么白？快跟地板融为一体了吧？而且他腿比肚子白这么多耶！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肚子这么黑耶 ！Oh my god！ 你肚子不黑？肚子不黑啊，是腿太白了。你四肢好白哦！我到底在遮什么？就是面具。好玩啊，你就遮着吧。所以。他刚刚出场的时候啊，在那个后台的化妆间，有人说是要唱王昭君吗？哎，对，腿粗排今天
那个第三怎么样啊？会不高兴吗？他哪有腿粗？你说腿什么？腿粗、哦？他腿没有粗吗？我才第三吗？还蛮细的。他腿没有粗、啊。哎、欸，评审都说不粗哎、欸。我才第三而已。他这样小腿没有粗吗？我是骑马的腿哎、欸。小你说这个已经是最低下，我想马已经被你夹到想吐了，就是对，就是基本上我这样马腿嘛，对对对，一定要有这样的干劲才能骑马。我想他穿这样去骑马就是昭君出塞。啊，不用遮，因为都知道，摆个 pose， 摆个 pose， 你一定最会摆 pose，、啊、适合这套衣服的 pose。好了，好，一二三，哇塞，哇！一向爱搞怪的欧阳靖变身的 style 真是令人大吃一惊，白皙的皮肤配合独特的上衣，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性感呐、啊！眼神还蛮厉害的。怎样，张兆志？我们是来到星际码头来。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像车展小姐？哎、欸，其实有像卡秀女郎，可是你的帽子又有点像苦海女神龙。苦海女神不是王昭君吗？请问林翔这帽子是？哦，没有，只是想要表现那个冰天雪地妹。你是不是今天的目的是要整他？我有点不懂这个衣服的时尚。然后那个你的手套是烧烫伤的意思。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手套，还是米老鼠，就是很不知所云的感觉啊。这个 ID 是从去年年底刚办完的维多利亚秀，对，就是直接内衣秀，对，内衣秀直接外穿的感觉。所以真的不是参考王昭君，不是参考王昭君。你要不要穿上？只是表现那个情境。穿了。哎，他的脸很适合搞怪啊。对呢。而且小 S， 你可以把那个头发拨开一下，是。哦，这边是有层次的。你说有什么？有电的，有电的。你是说肉还是说有电？有肉也是有肉。我没有看到肉哦。没有，只是有肉。就是没有，我的肉你夸张了。是有电的没？我张兆志这的确是从《西游记》以来看过最最什么呢？就是平整。真的，真的耶。就是好一点肉都没有。他那个内衣应该像不像橡皮筋吧？不是，可能是粘错了。他真的有，这腿真的太夸张了。这个白成好白哦。哎，你要来一段 Michael Jackson 的舞？你们看 Billie Jean， 我想看 Billie Jean。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大白痴。好，让 model 走一下台步。他腿那么白，所以看起来下身比较胖宽吗？是不是这样子？对，因为白好像就会比较放大，所以我以前都不敢穿裙子。你在拍电影的时候，被那个导演抓去当反光板。好，我们只剩一个人喽。那可是还是让他遮着脸嘛，因为不知道装什么样子。好，陈圈圈小姐。可是还让他遮着脸嘛，因为不知道装什么样子。好，陈圈圈小姐。哇哦，好 man 哦！我知道你想要讲什么。这种程度的话，真的吗？所以，不要再笑我了。你喜欢自己穿裙子吗？有点不习惯。OK，最让你不安的事就是腿。对啊，因为谁叫以前运动。不过你腰的线条是很漂亮，你难得说我好话，因为总要弥补一下。你心情很不好啊。帮他选衣服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其实孙志还蛮挣扎，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就是穿过裙子。对，所以当他换上这个裙子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腿，你会想说算了，还是穿裤装好了，还是说你觉得 OK？ 其实我觉得 OK， 只是他高跟鞋选错了。其实鞋子学问很大哦，
你是说不要选包住头的吗？对对对，应该是。然后跟要更高一点，露脚趾就对，延长感哈，就是整个会拉长，你反而不会注意到他脚的那个粗细这样子。我要赶快把面具拿下来，因为大家一直把焦点放在腿上，对他一点都不好啊。哦，对啊，看看我。我数到三我就拿下来了哈。好，一二三。哇！已经消失在演艺圈有一段时间的陈纯真，大家可不要忘记喽。除了球技了得，他也是有一副火辣辣的好身材呢。是个漂亮宝贝啊，脸漂亮了。对啊，纯真他平常的妆哦都很淡，然后就是真的很运动员的感觉。那我今天妆的话，我在眼型上面有帮他稍微往上勾一点，往上拉一点点，让他整个眼睛有往上提拉提升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腮红部分的话，我比较着重在这一块部分，就是让他打出立体的效果。还不错，有还蛮漂亮的。回去还可以再看纯真，他常常有中学生的表情出来。那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表情？他应该臭脸吗？还是应该微笑？还是对啊，他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臭脸，因为他其实笑起来很可爱。可是这套衣服适合笑得很灿烂吗？就是他的笑可以若隐若现的吧，对对，我对要自信一点。你可以表现出性感吗？当然可以啊。哦，不行。哎，性感的。哎，不行。你这样叫他想就不行，要自然流露他就可以啊。那麻烦你走台步，然后走到前面要摆出性感的表情哦。好。哎，小姐，你穿高跟鞋的时候不要弯着膝盖走路，哎。哦，好。你这样子，你刚才前三秒埋线要出去跟人家理论，前重，这几乎要挥拳，可是后来又稍微好像有点收敛。真的吗？陈真真，恭喜你，请坐。好，谢谢。好，小恩，今天四位你做过之后，你觉得谁最就是让你觉得效果最好？我觉得欧阳靖吧，因为他本身来讲的话，他的原本的妆感跟现在的感觉是差很多的。对。那于健，你觉得头发弄了以后呢？蜜雪跟喜恩的，我个人都觉得变化性比较大。对。那林翔，你觉得衣服穿上去之后变化最大？我前三位都是蛮喜欢，因为纯真是有他有些考量，所以没办法。他本来是纯真，他的条件可以更好，他条件是可以更好的。哎，有信心了。你的其实上身可以，胸口可以更露吗？它是可以更低。对，我觉得好像可以更气啊。但我一直说啊，露在这，他不要给我露。真的吗？可以拿剪刀？对，看到盲肠也不好，真的，真的不要这样。他真的可以再露，你还可以再挤出更多东西，会比较体面一点。我们下次再挤多一点。因为如果你暂时没有办法把腿处理好，你就上身把人家目光都夺走，这样人家没注意，没空注意。这样也是。好，我会努力的。好，那看看评审觉得四个女生当中最让他们觉得性感是谁，就会得到 Bobbi Brown 的奖品。四位保守女星的四种性感造型，在你心目中谁是变身最性感的保守女星呢？我们的评审呢 ，Samuel 还有 Lawrence， 他们觉得很适合去代言电玩的是欧阳靖小姐。然后。然后就是觉得他应该穿黑色比较适合。我说他还是穿黑色比较适合。真的哦，对啊，他这个样子虽然说换了一个样子，可是就觉得不是很舒服。原来的型好像比较舒服。原来的型比较舒服一点。好，然后就是觉得蜜雪呢，应该不会再穿第二次这个衣服。为什么？我觉得他不会再穿第二次。他其实是一个很冰的人。哦，所以是个性的问题，不是适不适合。所以他基本上，他虽然是现在是看起来是美的，可是他没有真的很接受这样的打扮。他穿起来没有自在，没有自在，而且没有自信。可是 Style 觉得他早就应该这样穿了，因为效果是不错的、啊。而且他有这个条件、啊，你不要看到长辈就开心好不好？对，蜜雪要自己，蜜雪要自己决定哦。好，好，那比较让我们意外是，这个人得到评价一直都说他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子。是说没差的意思吗？对。奇怪哈、我觉得冠军是他，我也觉得蛮令我跌破眼镜的。好 ，George 给这个冠军的原因是说他真的很开心，感觉出来他很爱这套衣服，他真的很开心。OK， 然后呢，Style 觉得他应该穿这样去做他常常做那件事哈。
所以冠军呢，三位评审都觉得是陈纯真小姐。啊你平常主持节目不会穿这样吗？